这个是我刚刚从打包房拿出来的这个老豆皮啊，这个豆皮的话很嫩，很好吃，它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啊，没有加那个添加剂，然后防腐剂啊。一包的话是240克，一包的话13.8块，三包的话19.8块，然后买五包的话29.9块。这里有一个口，我们家都很喜欢吃啊，泡个5、6片吧，因为今天我们家浩哲他们放假，等个5分钟就可以了。拿一片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豆皮啊，然后用这个冷水浸泡5分钟就可以了，泡5分钟它就软了。你在干嘛？摘梨子啊？对啊，这个梨子已经熟了，可以吃了。还没红哎。还没红，红了的话都被咬吃了。这个梨子它不是不会红的，只会黄。好吧，你看一下今年的甜不甜？嗯、看今年的甜不甜？嗯，还可以、啊。好了，你小心一点啊，我去炒菜了。这个是切好的豆皮。妈妈今天炒了你最爱吃的豆皮，想不想吃？想吃。好，走。哇，还有爷爷，还有爷爷了。走，我们吃饭了。要吃。啥叫炒饭的吧？你是包个炒的饭去了？啊，舅爷爷，你看我们爷爷自己挤，抓紧呢，抓紧。小鸭子也吃饭了，你也快点吃饭，快点，快点吃。嗯，这个豆皮好好吃哦。用手抓。用勺子。明天我发生作业。嗯，快点吃啊。妈妈。嗯。明天我明天身上我就快看到什么东西是呢？潘儿子，你现在放暑假了啊？啊，现在天天可以在家里了，不用去上学了。你们这个暑假放的好早哎，姐姐都还没放你就放了。这个豆皮好吃，下饭菜。好吃。吃。豆皮，你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还有来一碗吗？是我的。嗯。那我哪个呀？这个。不要，我的就是豆皮。这。